开始录像。太好了，我都不想回来了。其实我感觉就是中间，就是我们去的那个解放碑，那属于应该是属于老城区的那种了。但是也很繁华，什么商场什么的，就是什么都有，就是一个大商圈。但是可能因为它的房子年代比较久远的那种了，所以就是还都是在那种山呐、那种那上面建的。有一个。八九楼没有楼梯。就八九层楼那么高，然后没有楼梯，不是没有电梯，啊，都是那样的楼，我看。准备出发，请行驶到俊嘉新苑西门，导航即将开始，安全伴您同行。开始录像。有什么？其实我俩这几天也没吃啥玩意儿。第一天晚上吃了火锅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吃的小面，然后晚上就在那个小吃街吃了点小吃。差多少？差挺多的。差挺多，你还能再往后呗。你还可以这样吗？不敢呢。往前上点。还够啊。往前再往上点。谢谢，麻烦了。着急啊！好，好了。好。不行。还行啊。这个老师，好，好，好嘞，出来了。好，谢谢啊。米后在道路尽头左转，导航开始了，一路好心情。340米后在道路尽头左转。350米处有违章拍照，请系好安全带。没跟我一样活算证明。那码
了呗。嗯。起码不带了。嗯。然后反正去哪儿的话也不看哪儿啊，去景区啥的。是的。就测一下体温，也不看行程码。前方七百米，然后他们那边的话，长度六百米，预计通过时间四分钟。除了坐公交、坐地铁，就是那种需要戴口罩以外，就在外面大街上走都没有人戴口罩。因为太热了，他们受不了。注意，在道路尽头左转。在道路尽头左转，然后马上右转，前方350米，爱大线拥堵加剧，长度1.4公里，预计通过时间9分钟。在斑马线处右转，然后马上掉头。妈，你别紧张，你看人家这么紧张。掉头。那个车怎么回事？即将进入拥堵路段，没看到那个。长度1.4公里，预计通过时间10分钟。妈的，他是不是得被那啥呀？嗯，不好说，不确定。九也要考高考了。嗯。天哪，我外甥都高考了。那。嗯。不热呀。这两天让蚊子给我咬坏了，咬围着我脚脖咬。就第二天的时候，我俩不是去那个从李子坝那个轻轨穿楼的那个地方出来嘛，走着去那个鹅岭二厂，然后走的都是山路，蚊子特别多。前方有限速拍照，限速60。前方红绿灯直行，所有车道都可通行。都红一片的。嗯。那个都刹车的。嗯。绿灯。南方人那边说话可温柔，生气也很温柔。居然一转就，妹妹来看一下，妹妹，妹妹，来小姐姐，妹妹来看一下，小姐姐，嗯。姐
近，往左靠。我感觉我们两个去玩的这几天的话，其实就在重庆的那一个小尖尖那个地方玩了，不知道它其他的地方都是什么样子。那那几天人不够啊。重庆它是直辖市是吧？对。那也是大城市啊。前方过红绿灯。我感觉在重庆开出租车肯定老赚钱了。注意提前走右侧四车道。我感觉在重庆开出租车必须都得是本地人，外地人我估摸都开不明白。全是山路。这段老堵。对了，回来的时候没有饭，只有小食。对，感觉那儿。豆干。我是有那个航班好给的餐食，可好了，看着，可高级了，他那个还有电视呢，就是每一个座位前面还有个小电视，每一个座位前面都。150米靠左直行。回去的航班是大飞机，三排三乘三的。国际航空公司。跟那还行是吗？哎，这水管不错。
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快端午节了吧。大队都下班了。嗯。一号左直行，下坡进入主路，正在通过行驶缓慢路段，剩余500米，还需要3分钟通过。聊啥题？慢慢。对不对？嗯。这都这么堵了。360米后靠左前方，所有车道都可通行。这一档呢？那你9点之前能到家吗？5点了，差不多。你家没电了吧？来手机那什么？来手机，热的热死机了，我操！司机他靠路边，把那个手机打开了。嗯。天，干司机了都，太热了。710，咱们咱坐坐。来什么坐的？恭喜！不用坐呀。太厉害了。是我要回大连喽。我下回咱俩在一起没工作的。驴车。驴车哎。天哪。300米处有违章。我也想养一头。那这人少了呗。
太慢了，慢了慢点呗。算了慢了。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十一公里。十一公里，按照车柳了吗？是吗？哦，对。请保持主路直行，走左侧三车道，九十米处可违章拍照。对，后面没有人。哦。端午节。去哪儿转转？那转转。
也就简单的是吧？没考过，没考。咱就是慢慢开，挺简单。咱不着急，慢慢开。啊，前面右转。慢慢开，你着急了，后边车超我呗。吃的时候，前面有两个女孩就带个小单反，那单反拍出来的哈可好了，都不用手机再修图啥的。嗯。执行。他得会拍。闯红灯拍照，拍拍拍。看那儿，挺长的。看那绿灯灭了，这快了。山里去，460米后红绿灯。
闯红灯拍照。北站了，北站呢？
看什么呢？要看看来抄我的。这么快呢？
等一会儿都不行，别停来看看。哎，不知道国外怎么样，中国的不好再找。差不多了。嗯，红绿灯。晚上能吃的少点儿是吧？嗯。晚上吃的少点。嗯。我还给你带回来的特产。嗯，是什么？带回一锅油条。嗯。可好吃了。我还想给你多买。开始录像。前方红绿灯直行，走右侧车道。350米处有限速和违章拍照，限速60。50米处有限速拍照。
这是六十，但那些五。到胜利路了，几点了？八点半了。
我室友，我问我室友，我说你到家了吗？我室友说，我泡面都吃完了。你这么困？他比我早登飞机。三百米处有闯红灯拍照。半个多小时得吧。嗯。比我能早一点。前方红绿灯直行，所有车道都可通行。250米处有限速拍照，限速60。150米处有限速拍照，限速60。再有20分钟也到了吧？
始录像。来的时候被我自己开的恶心了，咋的了？我开太不稳了，太恶心了，晕车了。对，就是胃可能有点不舒服。到荆州了。嗯，沃尔玛，应该是沃尔玛吧，沃尔玛吧。嗯，应该是。前方红绿灯直行，走中间车道。大坑哦。我跟我室友这两天天天晚上都半夜12点多一点我睡觉，真假的？真的，厉害呀。
哎呀，我俩都玩到八九点、9、10点钟才回那什么，才回宾馆，然后洗一个澡，然后看会电视、玩会手机，就老晚了。这八十五遍，因为导航挺不费电的。嗯。我靠，这左转呢，这灯好长，来。执行250米处有压线拍照，请小心变道，此处产生的罚单较多。这道灯前面这道咱俩定当不行的吗？前方红绿灯直行，走左侧车道。前面呢？嗯。咱俩定当不行。今天终于不用不行了。嗯。出去玩一玩也很开心，有意思哈。行。偶尔出去玩一下。花多少钱？嗯，其实我们两个吃没花多少。回去算算，500块钱吧也就。前方十字路口直行，走左侧车道。又不上了，我俩就得两顿火锅吃的贵一点。300米处有违章拍照，剩下就是吃了面。330米后右转。没吃什么正经的。350米处有压线和非机动车道监控，请驶入非机动车道。就来回车票，此处产生的罚单较多，1000多。咋着也得这一趟也得2000块钱，机票就1000。住的话，我俩，130米后在道路尽头右转，一个人200多块钱。注意，在道路尽头右转。在道路尽头右转，然后红绿灯直行。哇哦，这不是我们徒步的那条路吗？嗯。300米处有违章拍照。哎呀，挺溜是不？嗯。你这两天练了吗？没练呢。嗯，那不错呀。不错是吧？就走开就好了。嘿，我这几天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数了喝了几杯奶茶哦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杯哟。是。红绿灯直行，所有车道都可通行。我俩人，一出门就环岛走第二出口。我俩去吃点甜品去。300米处有限速和违章。走累了就限速30，吃个甜品，坐着歇会儿。即将经过学校路段。开始录像。
米处有限速拍照，限速30。180米后进入环岛，走第二出口，所有车道都可通行。即将进入环岛，走第二出口。进入环岛，走第二出口。300米处有限速和非机动车道监控，限速50。通过第一出口。150米处有限速拍照，限速50。驶出环岛，然后立即向右前方。向右前方，注意不是右转。前方红绿灯直行，所有车道都可通行。衣服都得洗一遍，都要臭了。嗯，就有一件衣服我洗了，就第二天穿那个衣服洗了，干了，但是其余的都没来得及洗上。赶紧洗。那基本上穿一天哈，就是你也不知道那是汗呢还是潮啊，反正那衣服就湿的乎，酸的乎。大部分汗。嗯。有点长了。浙江杭州。喂。限速60。付款系统故障，导致您收到了重复打款199元。480不完的，挂了。行，这人呢？右侧三车道。收的钱，收的钱自己不知道。我好像真的有一个199。250米处。有限速和闯红灯拍照，限速60。啥时候了？我看一下我的记录表。前方好像是一个什么打卡。走右侧三车道，100米处有限速拍照，限速60。不是
你的吗？我当时还以为是。什么人啊？过了吧。150米处有限速拍照，限速60。350米处有违章拍照，60米处有限速拍照，限速60。6月2号，天猫精灵冲呀活动返现。等会儿啊。在这儿上学的话，真的只能车接车送，也没有公交车呀。在哪儿的公交？对呀、啊，但是我上高中那会儿都是公交车。开始录像。厉害呀！前方红绿灯直行，所有车道都可通行。慢点儿，别冲来一个。对。向右后方转弯。
我下来给你看看。嗯，看看。不知道哪里。两边呢？两边？两边呢？这边多呀，差这么多呢。啊。这边多。靠边。行了。差不多了，行了是吧？行了吗？前面。前面行了。嗯，那咱。手机那种。哇，晚上好冷啊！